乡亲你好，欢迎收看七月十五号礼拜一的蓝天新闻，我上你的。淡水区议会理事长林树隔日前向警察检警锁定第二台作案的车辆内底用过催案的 DNA， 比对出一名嫌疑人。台南的警方十二号下晡就到高雄的人物区，来抓到一位长姓的男子，带返来台南来侦办。警方抓人的过程是相当的紧张。那是讲这位的男子是不是亲手，还阁爱查清楚。画面上，警方连环开着枪，阁来开着盾牌来撬开着铁门，攻击一号兵梯，最后抓了一名男子。这个过程相当紧张的现场，是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世杰遭受人枪击，是检警锁定着口罩男高歌勇两人的情形。请整个开始的一个埋伏动作进行攻坚。好，那我们大概初步动员了大概30多名的警力，包含了特勤。因为我们规划很久了，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地形都勘察过很久，不会让他有一个反抗的机会。这个是这一次的这一个整个逮捕行动，我们是很成功的攻坚进去，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现场对今天的现场只有他一个人。以警方对查的林树隔来枪击案，唔敢来放松，锁定着第二台作案的这车辆内底所用过这催案的 DNA， 比对出一名嫌疑人，这种高用的林木来抓人。而这名被抓的男子有恐吓、甲毒品、甲伤害前科，这嘛是警方怀疑伊是口罩男的原因。就是说，目前针对他的部分，是因为有明确的生物基证，是留在这个犯案的其中一台车上。所以我们当然要深入的去了解他的角色，好，那就诚如之前一直跟大家做说明的，就是我们会做很多方面的假设，然后也不排除会不会有其他的相关共犯。因为案件发生了，嫌犯在逃亡过程当中不断来制造着断点，总共有三台开来逃走的车辆，警方设定了第二台的这催案，比对出 DNA 来确定是27岁张姓男子。不过这名男子是不是真正是凶手，是不是有共犯，警方表示该做调查。蓝天新闻综合报道。但是新亚区农会为了鼓励优秀的农友，并且促进国产稻米产业的发展，特别办理113年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新亚区的竞赛。这回参赛人数总共有11人，有8位的农友入选决赛，今日进行最后的评比。经过一套赛评审，最后由着农友黄江摕着冠军。为着推广在地优质的好米，新亚区农会办理113年新亚区稻米达人的竞赛，总共有11位的农民来参赛，初选选出8位农友进入决赛。今日上午在肥料仓库进行最后的评比。这次新营区农会稻米品质竞赛主要分成田间检查跟官能品评的部分。那田间检查会针对植株的管理的状况、叶色，然后它的这个病虫害的管理去做一个评分，然后还有田区里面的一些杂草啦，或者是红米的一品种的一个状况。那在官能品评还有糙米外观的部分，会根据它的糙米的饱满度啦、光泽度，然后在吃饭的部分，它的食味的口感、吃起来的滑顺的口感，然后冷饭的一个软硬度去做一个评比，这样子。经过一个上午的评审，最后在大约10点外，前三名来出炉，第二名跟第三名夹分，是依照官能评比分数的关键来决定领取。第一名是88.87分，荣用黄江克掉。我整个评审是台南16号嘛，哈。所谓的台湾的光明啦，真的台湾的光明，啊，因为当然啦，都你要得奖的田间管理是足重要啦，嗯，所以阮差不多，阮都扫回，哦，扫氮回嘛吼，啊，水都嘛莫伤重水，哦，你有迄个，啊，所以啊来都保持咱田间的迄个清气性啊，对吼，啊对吼。新亚农会表示，这回参加比赛农民所种的米品质拢真好，分数拢差0.几分尔尔，非常的接近。其他讲冠军的农友代表新亚区参加着全国的比赛，会当阁摕到好的成绩，将在地好品质的米，予阁较侪人知影。南台新闻台新亚蔡宏报道。为着彰显高粱客作的成果，同时行销着农特产品，客家区农会13号举办一场高粱产业文化活动。现场除了是提供一鼓作气的高粱酒，让民众品尝高粱漂浮瓶的 DIY 体验，
也阁颁奖来表扬六位真高粱的农民，吸引了真侪民众来参与，来体验多元文化的在地农业。客家库农会李秋沙等甲金酒公司客座种植台南百合高粱，种植面积多达1105公顷。惠初农会就举办一场高粱产业文化活动，除了提供高粱酒、品尝高粱冰淇淋等等，还佫颁奖表扬六位种植高粱的农民。较特殊的就是讲，阮今仔有一鼓作气高粱酒的冰淇淋，啊，互民众来兑换哦。啊，嘛有迄个高粱扶贫的手工 DIY， 哦，亲自去来做一个。啊，上重要就是讲，阮有做一个影片15分钟，啊，伫高粱的经济到做高粱酒出来一连贯的影片，啊，有大家对于咱高粱这产业。啊，搁特别来熟悉安尼。每只民众一早就到现场排队，等要领高粱冰淇淋，为游客的分享口感。除了有新鲜的牛奶冰，更是有高高的酒香，相当的特别。热天来吃这种高粱冰淇淋哦，有一种独特的高粱香味，这种口味的真正第一摆就尝试到，啊，所以觉得很爽口。活动现场针对着客家高粱产业规划一系列的活动。同时也安排学校、社区和在地社团带来精彩表演，让民众会使一边摄取自己喜欢的农产品回去。透过轻松的活动推广高粱产业，也让民众度过美好的假日时光。咱天是木料山客家采访报道。台市政府劳工局当年拢会举办大大小小的人才博览会，而且当年拢会固定甲南台湾创新园区来合作。针对着台南科技工业区的厂商来举办人才活动，13号台南国兴话台南石头路的中型人才活动就伫遮来举行，包括着科工区内底总共28间的厂商，提供1000外的工作机会。劳工局希望讲替在地厂商来找在地人才，让大家会当伫在地就业。南台湾创新园区的一楼大厅13号由劳工局伫遮举办台南过生活、台南食头路的中型人才活动。现场有28间厂商释出着1000外工作机会，其中佫包含真侪科工区的厂商忙来参与。劳工局长王新基表示讲，这场中型人才活动主要是针对科工区来举办，希望对在地厂商找在地人才，和大家当就近来食头路。主任带领的团队能用生活圈的机制来规划。相关的就业博览会的部分，啊，当然今天的厂家，如果你进驻的厂的公司是在附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可能给他给你，啊，无出货，啊，问他在后日想着，哎，我有出缺了，我们也有单一厂家小型的就业博览会，哎，会到你公司的旁边的活动中心去办，我能赶快说你不出来吃头路，我来你的店顶啊，他摆打，跟你做生意哦。所以我们家里有来哦，就是鼓励大家通过真的用生活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在办理相关的就业博览会部分。这是活动南台湾创新园区的护理胡学林，感谢了工作每当人选在家来举办精彩活动，满足到厂商找人的需求。这边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园区这边在近期我们去做全台的一个访视，其实有发现现在企业在人才上面的需求，在政府资源上面的需求，那以及在就是在净零碳排这三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所以今天办这场活动其实非常具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意义。那也感谢园区管理这边给予团队的一个支持，然后让我们能够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伊第二场中型人才活动，包括光阳科、新玉城、甲即旭辉以及小北百货地名厂商来参加。因讲找人需求是真紧迫，有厂商马上来面试，马上来考试。若是佫有遇到专业的护理人，爱着囡仔忙来找头路，整个人才活动民众反应人真好。南天新闻台城台南采访报道。台市政府的工作为了促进劳工朋友的身心健康，当年拢会来举办健走活动。今年一安百分百平安对立行关南岭的建筑活动，就伫个7月14号伫白河的关南岭来举办，吸引了3000多位劳工朋友热情来响应，更加是有真侪劳工全家大细做伙来佚佗，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5 4 3 2 1 go！
就着南市府乐工局所举办的2024关仔岭的建筑活动，7月14日的一透早，就伫个北河区的仙草石社关仔岭分校来登场，超过3000位乐工，楼顶就楼卡斗阵来参与，那行那欣赏关仔岭美丽风景，纾解平常时工作甲生活压力。今年共报名了超过3000人，所以我代表韦德市长欢迎大家能够出来走一走，尤其关之琳这边的空气跟风景都非常的棒，能够透过很休闲的建筑能够来给大家先导我们的自然上的自然节卫生的相关规定及健康促进的方法的部分，所以我也感谢今天来做健康促进先导的卫生局还有南区健康服务中心来服务大家，我看大家都大排长龙，因为相关的互动完了有小奖品，大家也拿着小奖品，大家都蛮高兴的，带着这样的一个欢乐的心来做建筑，能够散散心，释解压力。明仔载继续各位在城市做伙来拍拼。乐工局这次聚会活动，除了是予乐工朋友来活动经过放松心情之外，现场也阁设有侪侪职业安全卫生宣导的单位，因拢嘛有各种文宣的发放，希望讲借此予乐工朋友对着职业安全更加重视，快乐出门做工课，平安健康回去厝。南投新闻台台上白河彩虹报道。今年是甲新龙年，嘛是180年才有一届特殊天体运行规律的高温元年。为着应控大湾的凌霄宝殿舞龙宫，配合着这个好日子，规划要伫个7月28日举办通天特地祈福的大法会，特别邀请到台北游民山的大道长潘金雄来主持相关的科仪，希望讲借由舞龙宫特殊的地理位置，利用通天香来通天特地。替国家社会各行各业来祈福，目前168支的大支的通天香拢去用登记了啊！庙方也阁特别写嘛名家，和民众来参与，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共同参加。主持着玉皇上帝甲玄武上帝永康台湾凌霄宝殿舞龙宫建筑标题是相当的宏伟壮观。年岁厝今来到甲新年龙年，在个当中是180年较有诶正特别诶天体运行诶即个九运元年，代表讲将进入比较全新诶能量周期。因此，玉皇规划伫7月28日要举办着通天祈福法会。当然啦，点通天香可能200-300支。啊，这个歌舞，这个天下金，啊，万车顶，哦，这种祈福的活动啊，不外乎就是为着咱国家借这次的活动，会当咱促进啊两岸和谐，世界和平啊。伊即回的通天祈福法会邀请到台北阳明山天母大道长来主持，同时嘛准备了大寸尺的通天香，和民众来登记，反应是相当的热烈。是第一点呢，咱要对这个天门定位。第二，来到这个大殿，大殿内底有点这个64冠，啊，还有这个4方，啊，来入来到庙内内底呢，搁这个万字图。哦啊，全部科仪拢做完了后呢，阮阁会欢迎迄个所有的信者入来行即个订婚图，了祈求平安顺。伊为了即场而且发挥，除了受道长针对着科仪准备了真济挂图符灵之外，参与信者嘛会当来抽着挂钱，是毋是有福气，是毋是有财运，对抽着100块所来凹成的八卦钱，就当来知影咯。新万山树立三卦钱。所以讲三卦钱，就是讲，这个若是抽起来，譬如一刚刚咧切切的吼，抽起来，这个就是两卦，哦，两串啦吼，两串就是代表讲你无啥欠钱啦吼，抽到这安尼一个，咱就是欠较济，啊，所以新鲜的咱的财神爷就会输恁较济钱。通天特地定位大殿，将借由着凌霄宝殿天公庙的舞龙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万青来降临，祈求着大吉利。因为每一间庙宇自头至尾只有一遍举办的机会，因此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南投新闻台社永康采访报道。为着打造高龄优先的健康城市，促进世代融合甲社会参与，下加区的新营社区即天就举办青年共创家庭日，
也有同手齐心大丰收的活动，透过许多人甲囡仔做伙来参与表演，展现世代之间的合作，打造温暖友善的社区环境，实现高龄友善幸福城市的目标。阿公阿妈甲囡仔来一场精彩表演，动作真济，随着乐器跳着舞，展现世代之间的合作。这是客家区新营社区所办理的青年共创家庭的活动。今天的主题吼是通俗吼，齐心大丰收。诶，就是讲咱老伙啊、少年的，大家拢做一个融合啦，世代融合吼，和这个咱这个家庭吼，咱这個社会会当较和谐。你那看到吼，咱较多啊，伊所展示出来吼，展现出来吼，就是讲甲人无共款，就是吼，吼和乐融融啦吼。啊，好，咱这个家庭也得较幸福、较美满。为了推动高龄长者社会参与以及社区内世代融合交流，客家新营社区透过多元化的活动环节，和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共同参与，促进好关系更加密切。啊，长者啊，跟小朋友啊，大家能啊从家里走出来，然后大家互相啊融合在一起，啊，促进亲子。应该如果不是那个了，算隔代的亲子关系了哈，还希望能更融合啊，这对整个社区的那个协和度来讲，应该是非常有注意的。在今年五月之前，这里是没有小朋友的笑声，对，那长辈来活动之后是开心的，因为他们喜欢表演，跟我一样爱线，那我会带他们出去表演，他们是开心的，可是好像是又少了一点什么。后来有了小朋友进来，发现他们更有活力。原来小朋友是可以足够的去排除他们的孤独感。现在都好是暑假期间，趁着孙啊回来陪伴阿公阿妈，除了宣导长者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性，也让少年的爸爸妈妈意识到孙啊陪伴会使消除着长者的孤单感。那天新闻台山客家采访报道。2024台南国际山野节六大山区轮流来举办，13号在左顶楼在登场。今年以着烘焙大地餐桌盛宴的嘉年华为主题，甲树德科带来合作，推出十项山野创意料理，提供予游客来品尝，受到真大回响。用秘密来营销是相当的成功。今年台南国际山野节六月中旬来登场，其国山区农会公所轮番举办活动，13号左镇的中厨阿伯来登场，左镇农会甲树德科技大学开发出十道山野创意料理，现场200份开放品尝，相当受到欢迎。树枝啊，啊，对咱的竹笋，吼，这嘛是进增调时啦，吼，进增调时，所以进这个时阵食山野，啊，食树枝啊，吼，啊，食笋啊。哦，是正版的，哦，正版的。啊，即个迄款重点的，即个迄款红山地，嘛有融入伫咱今仔日，哦，咱即个迄款，这个特殊产业料理里面。你做点啥？这里农会即驿站来进行在地小号甲社区再来着表演来参加着气氛。现场毛特色的市集，顶受着各种的优质农产品，吸引着真侪民众来参加。有各地的迄个花手类。在这嘛有好食的山野饼，兼中昼一寡高道上的料理，哦，尤其做阵农会所做的加工有山野瓜、山野布丁、山野面，哦，啊，还有一寡青人果干一系列产品哦，以外呢，果镇的农特产品展售中心拢有对卖。李龙辉表示讲，山野竹笋、金桔甲泡泡纸是学内这四大产业。透过的活动推广，都是以了创意料理、美味来做营销，为地方特色拍响着知名度。伊今年在咱山野三季六月下旬来开始，现在进入一条尾声。在相关单位推广之下，今年的市场介绍甲营销量相当的平稳。南天新闻台城做电采访报道。为了保存记录树仔卡保安宫白鹤镇的文化。树林社区发展协会甲保安宫，也佮树林国小来合作，今日举行树仔卡有好的彩绘本新册发表会。除了是保存记录艺伫的文化之外，嘛透过彩绘本来介绍白鹤镇的水，予社区小朋友会当自细汉就来熟悉着传统艺伫的文化。讲做多样佮简单的文字，予大家来熟悉白鹤镇的故事。这个绘本是树林社区发展协会、甲保安宫以及树林国小牵手合作所来完成。这有意思啊！你是未来阮树仔甲白鹤镇的传人啊！
这个白鹤镇绘本哈，应该是讲我们无用半冬的时间啦哈，这是个迄个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新故乡的一个专案计划哈。啊，我希望这些小朋友透过认捌白鹤镇了后，因会和老师指导，因安怎画画一个每一个人的动作，啊，咱白鹤镇的镇势，透过因的画笔甲彩色，互因了解。啊，从咱的白鹤镇的这个文化，不管。不仅是影像的传承，也在文字图案的一个传承，能够建立一个档案。树林国小囡仔用画笔记录对故乡满满的爱，图画甲文字的结合，让我读册一个人更加了解这个树仔卡保安宫白鹤镇的文化故事。是有去看之前的绘本，我们画了差不多三个月了，从寒假开始。就开始画到现在，学生在这平常的课程当中就已经对这些社区文化都有那个传承跟认识。学生是做了真多功课，有老师带着囡仔甲社区互相交流，师生共创的绘本，那是学校的校本教材，更是学生发表的文章。咱听新闻台三七个区采访报道。这期进入大暑，天气嘛开始大热。这时阵伫中医国法嘛，当是改善过敏体质的好时机。这款疗法就叫做三伏贴。经过着统计发现，大约有六成以上的过敏体质，或者是较有下骨发作，又个慢性鼻炎的患者，经过三伏贴疗程了后，症头拢有明显来改善。中医师表示讲，若是有过敏的体质，会当把握这个当病下治的好时机。中医师帮着患者来诊脉了，了解到患者有过敏性体质，因此趁着即开进入着即大热的时阵，来帮着患者进行着三伏贴的疗法，将掺不着升温、温阳、甲气寒的药材所做成的药饼，搭到患者肩胛头、甲即腰的部位的迄度，搭上半点钟了后，一档会当做三遍，连续三档会当有正好的改善效果。三伏贴哦，它的是利用我们那个药物的药性，它是属于比较升温的药。那配合我们这三伏天，这个是在一年当中夏天里面最这种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利用药的性质跟节气来把身体的寒气把它排出来。那因为一般来讲，说过敏性的鼻炎啊，或是一些慢性咳嗽啦，或是常感冒的病人，甚至气喘的病人，他本身是如果是属于那种寒湿体质偏寒性的话，刚好会利用这个时间，这个三伏贴来做调整。啊，咱本院中医部的主任表示讲，三伏贴疗法是选择一年当中阳气上旺的三天来打着这药材，让药气会当来通气到病灶，提悬着身体免疫功能。尤其是对着过敏性的这个体质的人，也是过敏性鼻炎的民众，拢有真好的改善效果。尽管讲三伏贴改善过敏体质效果袂歹，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一般来讲，是有高血压的病人，或是孕妇啦，或是太小的小朋友，两岁以下。或是他皮肤对这个东西很敏感的人，会有过敏性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碰到什么东西容易过敏，那因为他的药物有点类似刺激性，所以他对这个话比较不适合，这些病人就可能尽量避开这样子。或是身体燥热人，比如说他就是便秘啦，或是还有就是睡眠睡不好啦，口干舌燥啦，整个是脸都是红色的那种，比较火气往上的话，这个现象的人，这种现象那个这个就比较不合适。伊今年三伏贴分别是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五号，以及七月二十六号到八月十四号，阁有八月十五号到八月二十四号。那是有需求民众会当就近询问着中医师自费做诊疗。南平新闻台以下带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明仔天气状况。根据着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明仔七月十六号，台湾地区好天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8度到34度。降雨几率是20%。刷来关心沿海方面气象，伫东石安平沿海方面，这份有局部阵雨，透着偏南风效应，风力是4级，阵风6级以下。继续来看明仔的农民历，国历7月16，旧历是6月11，适合祭祀祈福，禁忌出行入体，穿着上低的30岁刷当兵。以上是7月15号礼拜一的蓝天新闻，我想你哋祝你平安愉快，下回请继续收看蓝天新闻，咱再会。